天的早上，空气冰冷，刚冲的可可好烫，得赶在闹钟起床之前把吐司放进烤箱，奶油味道好香。哦，当然没忘记帮你准备一份，看你睡得香甜，先让你多睡一阵。在等待的时间，我先转个电视，抱着新的热水袋，来自昨天的夜市。闹钟起床也把你叫醒，现在你眼中我像模糊的倒影，你甜甜的笑，揉了揉眼睛。最喜欢看你这轻松的表情，轻轻亲了额头，轻声说声早安多好，这种珍贵媲美国宝，想用早餐之前先冲个热水澡。